近日，在台湾某社交平台上，有网友发帖询问阿婆水是什么，瞬间引来众网友围观。网友评论尽显才华。据悉，阿婆水是台湾的传统饮品，尝起来像煤气的引火饮料。想要与你重回知晓这颗心意，就算装风霜稳定我永远看着你眼中那心急，就像一个太可悲的夜，今夜你餐饮作笑容。